为又搁无亲近。无爱你啊，无爱你啊，像你这款的女性。将近，无爱你呀，无爱你呀，无爱你这坏东西呀，花颜开，才会胖啊，下里。真心的爱你，像我这款的人有真多，标准的男女。台湾望春风，都要去调这个无爱丽啊！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，我在有时候去，有时候就暗会唱歌曲呢。刚大只啊，不是唱条歌啊，无爱丽这坏东西，这些听起来就是也感觉上就是很温馨呐、啊。不过这个台语歌我没有听过呢，没听过吗？我听的是大阪城姑娘哦，大阪城的姑娘，所以因为旋律好的话，很多人就会。改成这样的歌词，改成国语的，对对对，就好听嘛，好听、啊。那为什么要唱这个歌呢？就是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就是讲当有一天你的爱人或你爱的人不爱你的时候，想要跟你分开的时候，别安怎？可以照啊。啊，伊都不爱定你啊，你哪你干嘛要他？对不对？安尼我别安怎？啊，可以照，可以照啊，那这个水姐嘞，可以照呀、啊。反正方法有很多了，但是好聚好好散是最好的。对啦，对啦。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一对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他们是没什么关系、啊，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他们加在一起呢，也会有特殊的效果，好不好？画面还蛮好看的，还不错，歌唱的又好、嗯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吴浩哲、向慧玲。